别的族群，它叫做撒奇拉雅族。有听过撒奇拉雅族吗？撒奇拉雅族在花莲，然后撒奇拉雅族呢，因为之前的一场因为新兵攻打撒奇拉雅族，所以撒奇拉雅族他们被迫，然后就是隐姓埋名在阿美族的族群里面129年。这129年，他们没有办法说自己的话，没有办法说自己是谁。他们唱着阿美族的歌，跳阿美族的舞蹈，可是他们永远知道129年以前那一场战役烧坏了他的家园，让他们的家庭流离失所。而今天我们也想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跟你分享这个族群，他们如何在129年之后怎么样的去证明他们自己，有如同我们如何证明我们自己。
成田沖へ行くにはもう2か月かの先だや。一日に7番、8、タクニャンにはもう、ラルミニャンにはもう、バルチョレ。今日、リアスさんにはもう、やぞ、ミリマク、タツワト、ウワト、アイザ、タルマクタザ、クニャンをダムダウンを先だや。にか、チャイハオカスピン、クニャンをラルンのバルチョイ。サイザ、アンサト、パティランクニャンをナナン、パティランクニャンをカプハイアカキティダアン。カキティキティ、サトダトダ、アヤサトクニャンをトロスの先だや。アパ、ナムクニャンをエカライ。